兄姊妹平安。圣经话咧，喺我里边嘅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。Amen。因为咧圣灵喺我哋里边，所以咧嗰个能力咧能够从我哋腹中咧流出活水江河。弟兄姊妹，邀请咧大家咧打开我嘅手，因为咧神话咧佢嘅活水江河咧要进入我哋里边，我哋咧呼求佢。系啊，个活水江河咧要淋到我哋。今日咧，我哋将会咧遇到咧神俾我哋一个嘅新嘅能力、新嘅信心、新嘅权柄，我哋能够咧可以咧胜过世界。主啊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沙达巴巴巴。系啊，我哋为自己祈祷。系啊，主，我哋要啊，要你呢一份嘅能力，要你我嘅活水啊。系啊，你嚟到淋到我哋，你口口嘅浇灌我哋啊。系啊，完全嘅系。俾我哋浸喺你嘅里边啊！神啊，我哋去领受从你而嚟嗰个嘅能力、信心、权柄。主，我哋多谢你，多谢你，因为我哋属于你，你都属于我哋。我哋一齐讲阿门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好啦，神话咧为预备嘅人咧就俾你哋噶啦，咁我哋一齐嚟敬拜主啦。哈利路亚。在你里面满有平安，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，有住在我里面活着。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，在你里面有平安，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，又住在我里面活着。我宣告在我里面里，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。我不是这世界，我要去耶稣的里。有主在我里面，没有惧怕，满战胜仇敌。
世上一切更有能力。我不输这世界，我高举耶稣的名。我宣告在我里面有，我是永远满有能力。有耶稣在我里面，我和我勇敢站立。我宣告在我里面的，你是像一切更有能力。我不输这世界，我高举耶稣的名。我宣告在我里面有，我是拥有万有能力。有耶稣在我里面，而且还很知道，哎呀，嘿，反正你不要浪费。在我里面的，你是像一切更有能力。我不输这世界，我高举耶稣的名。主，我们多谢你，因为你给我们那份的能力权柄很实在呢，已经去注入了我们的身体里面，我们的心里面。是啊，虽然有时我们好像活了世界的律，但是神你说当我们一祷告一抬头仰望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将你给我们那种能力，那种圣洁，那个权柄就会出来。因为你再一次提醒我们，所以我们多谢你，我们是你的儿女，是你君尊的祭司，是你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。多谢耶稣，多谢耶稣，多谢耶稣。
天，我想赋予你施加的恩典和单单爱，你大能收复赐我，太优美何等优美，我愿降服高举你名，耶稣你的荣耀我所有和我生命，我属你，永远属你，我愿降服高举你名，耶稣你的荣耀我所有和我生命，我属你，永远属你。上了椅子，神的旨将贤能变真实，何等的爱带我进入你恩赐，真美好，你真美好，我愿降服高举你名，耶稣你的荣耀我所有和我生命，我属你，永远在神面前的降服，我愿降服高举完全的埋
将自己献上，神喜悦我哋呢份嘅竭力，甚至乎咧佢喜悦咧我哋呢份好微小，我哋觉得好微小嘅献祭。神喜悦我哋啊，多谢主。神话咧，当我哋献上自己嘅时候，我哋属于佢，佢都属于我哋啊。多谢你，因为我们今天真的可以坦然无惧将自己献给你当作活祭。你说我们的献祭是圣洁的，是合神喜悦的。弟兄姊妹，我用时间去跟自己说，是我们的献，我们是可以坦然无惧去到施恩座前将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。我们是圣洁的，我们是神所宝贵的器皿。
献上当作活祭，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。你丰富恩惠必从主浇灌我，使我往心里充满莫大能力，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，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。你丰富恩惠必从主浇灌我，使我往心里充满莫大能力，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，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，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叫，勇敢地向着标杆自豪，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，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，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叫，勇敢地向着标杆自爬，感谢耶稣爱我的主，我爱你耶稣，感谢耶稣爱我的主，我爱你耶稣，感谢耶稣爱我的主，我爱你。一路跟随的时候，神的爱就倾倒给我们，一路跟随，一路涌流神的爱，我们一起进入神的爱海的里面。感谢耶稣爱我的主，我爱你耶稣，感谢耶稣爱我的主，我爱你耶稣。我们的主呢话有嘢同我哋讲啊，有礼物要送俾我哋，等姊妹我哋一齐啊，听阿神讲乜嘢，接收神俾我哋嘅礼物，系嗰份嘅能力，嗰份嘅信心，新嘅恩典，嗰份嘅自由，系啊，嗰份嘅丰盛，嗰份嘅健康。哦，多谢阿叔，接收啊，神啊，送礼物俾我哋啊，多谢主，多谢主。好啦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多谢苏，多谢苏，多谢苏。我爱你耶稣。神啊，送上我哋好大嘅喜乐俾我哋啊！嘅喜乐系我哋嘅力量啊！哦啦啦啦，沙沙巴巴巴巴。弟兄姊妹收礼物啊！弟兄姊妹。
做活祭，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，你丰富恩惠必从主浇灌我，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，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，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，你丰富恩惠必从主浇灌我，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。弟兄姊妹，好唔好？我哋继续举起我哋嘅手啊！吓，哦，我哋同耶稣讲啊，我哋真系愿意将自己奉献俾佢啊！哦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耶稣今日对我哋嘅呼召其实好简单，佢就系话跟随我啊！啊，我哋就跟随耶稣啦！哈利路亚！耶稣今日呼召我哋就系叫我哋跟随佢啊！好似诗歌咁讲，我哋跟随耶稣，我哋话俾耶稣听啊！我哋愿意跟随佢啊！我哋愿意跟随佢。哈利路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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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利路亚。系啊，主啊，我哋真系愿意将我哋嘅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。哦，主啊，你话系圣洁嘅，你话系我哋如此服侍，那系理所当然嘅。主啊，我哋感谢你，我哋愿意将我哋自己献俾你，因为你将你先为我哋流血舍身，我哋感谢你，我哋愿意，即系呢个系我哋对你嘅回应啊！主，我哋感谢你，我哋将荣耀归俾你，主你听我哋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嘅名。